件妞儿也很推荐，它完全不紧绷不紧身，颜色真的很漂亮，然后这个完全遮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，它上面是有弹力的蕾丝，好，有弹力的蕾丝，然后里面呢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布料，也是新款的面料，一体成型的罩杯，所以它也是不跑杯，杯型的话呢大概整体都是 1.5 公分，全部都是，喜欢衬垫不喜欢衬垫你都不用担心，我们的衬垫从旁边都可以把它拆掉，它的肩带就是全走完全超级高弹的，就是你不用担心有什么负担，灰色系一样哦，在这个小 V 领的地方一样可以有这个我刚刚说高弹性的蕾丝，有看到了吗？然后一样可以收住我们的副乳，后背看起来会很性感，但其实这所有都不会挤肉，你放心，这真的叫随便拉随便弹。如果大家想要实穿，一定白色，白色最亮最实穿。有时候我们穿那种有一点那种洋装，然后它这边会比较低的，如果你只是穿一个白色平口好像有一点无聊，你如果带一点蕾丝边我觉得超性感的，就会觉得哎，这个女生其实内着很精致。第四个颜色就是最性感的黑色，也是最显瘦的黑色，但虽然它黑漆麻乌看不清楚啦，但是呢一样可以看到这个很清楚的弹力的网纱，然后呢平常如果你是想要就是穿一些镂空的衣服啊，你都可以自己在随心所欲的做变化。